继续学习最后一首偈。譬如空中无量刹，无来无去便十方，生成灭坏无所依，佛遍虚空亦如是。这首偈前面三句是比喻啊，譬如最后一句法说啊，为说明为什么佛不可以用妄想分别执着来见啊，说明这个道理啊。无量无边佛刹一时顿现，生灭同时无所依，那么我们讲到佛身遍满虚空啊，四个意思里头啊，讲到第三应有出没啊，那么感应这个信心呢比什么都重要啊。欧耶大师讲信，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了六句，第一个要信自己啊，信自己是自己心性所现所变，就是你要相信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叫心字啊。第二，信他，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我们心现识变的，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呐，你信他啊。他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我们依教奉行，临命终时他一定来接引啊。要信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他造的，他造了一个极乐世界，我们堕入无量寿经，我们的心也现一个极乐世界，我们心性跟他造的是一无不二啊！啊，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这信他啊，又叫我们信理、信事、信因、信果啊。欧耶大师这个信讲六个啊。啊，这样呢，你才真正懂得啊，感应大教，不可思议啊！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众生有感，菩萨有应；众生有感，万物有应。众生有感，妖魔鬼怪也有心，看你用什么心啊，你用什么样的意，哎，就会现什么境界，感应
遍法界虚空界，不能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幕后其用无疑，是故佛身呢，亦不可以变空而去。前面是讲有啊，分别取向啊是有啊，有见不到佛，空呢，空也见不到佛。这什么两边呢？空有是两边的，你想想为什么？还是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吗？执着空是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有也是妄想分别执着，空有两边都不执着，还是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你还执着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吗？那要怎样呢？这个念头打掉，你就见佛了。所以第八首偈子说得好啊，毕竟立着乃能见。这是教下常讲的四句百非呀，都不是政治人间的。四句简单的讲，空是一句，有是一句，一空一有是一句，非空非有是一句，演变成为一百句，四句百非也，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嘛。因此听经学教，你要有本事能听言外之音，你读经你要看呢字里行间之外的意趣，你就恍然大悟了。只要有一丝毫分别执着在里面，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要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学什么呢？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你做不到呢？做不到的时候求其次，不分别；也做不到，再求其次。不执着能不执着你就出三界了，证阿罗汉果了；能不分别呢，你就证四圣法界果了；能不起心动念呢，那你就是一真法界化身大士了。佛给我们讲的这个原理原则一定要懂啊，要明了啊，要诚信，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这是佛知佛见这个知见虽然不能断烦恼，能伏烦恼。何以能伏烦恼呢？能随缘了。你看看，无品位第一个就是随缘。能够恒顺众生的，与一切众生交往。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欢欢喜喜，你做得好，很好，
你做的不好也好，决定没有妨碍。换一句话说，在这个里头啊，你得清净心啊，不能得圆满呢，也能得少分呢，少分就能往生。心净则佛土净。啊，何况这个净土法门很不可思议，你能得少分呢？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佛光主照啊，就把你的功夫提升一级啊。你比如说你是功夫成片的，这一提升呢，你就是四义心不乱了。得四义心不乱的佛光主照的时候，他就得理义心不乱了。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理四义心诚然是难，啊，这个不是假的。啊，但是功夫成片我们做得到啊，尤其日常生活就是练功嘛啊，顺境善缘不生贪念，练这个逆境恶缘不生嗔恚，一切时一切处不说人过，不说是非，在这里下功真功夫啊！啊，明文立扬，无欲六尘，还贪念，完了，自己要知道，不能往生。啊，逆境恶缘生嗔恚心。啊，还会不高兴这四小不能往生的啊，经教我们可以在一起，这课堂啊，我们这空中课堂啊，在一起学习功夫，在生活当中锻炼功夫，不在课堂里啊，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功夫得力，心平气和。无论对待什么样的人，一团欢喜。啊，你的沉静，你的信义是自然流露出来，自自然然能感动人呐、啊，不是装模作样啊。装模作样是假的、啊、稍稍有一点学问的人一眼就把你看穿了，一文不值啊！啊，真诚真实功夫自然感动人，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彻底放下啊，这佛为什么这样强调彻底放下？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把虚妄的放在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妄心，就这么道理。啊，极乐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是一真法界，带一丝毫虚妄去不了。啊，跟极乐世界格格不入啊。要把一切虚妄统统放下，你才能够进入极乐世界，就这么个道理。那个地方是一真，那个地方是清净啊。所以我们勉励同学们齐心动念，想一想，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
言语造作一定要与无界实相相应，不可以违背啊！还有妄语、两舌、恶口，怎么能够生呢？啊，不但不能往生，肯定都上不到。你说为什么？你破坏佛教形象啊！破坏佛教形象是什么罪呢？等于破和合身的罪，忤逆罪啊！那你的形象让别人看，哎，这出家人，哎，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就是这样的，把释迦牟尼佛的人丢尽了，你的罪多重？啊，那么这些现象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习气毛病养成了嘛，所以要痛改前非呀。真正有效的方法，印光法师说得好，读经来不及了，读因果。啊，读因果，中国人无过于感应篇、因之文。啊，你每一天去读这些东西，拿这个东西当作一面镜子，当作一个标准，检讨你一天到晚思想、言语、行为，啊，果然能依这个标准改过自新，你还有救啊！不依这个标准改过自新，没救了。这说实话了，啊，每一天诵经念佛是福报，不能往生。啊，这不能妄想，就是你的习气太重，你心不清净，啊，三业不清净，不能妄想。啊，妄想的人三业清净，啊，妄想的人一点火气都没有了，啊，火旺不行。这个体用无一这个意思前面讲的很多啊，真正明了发现发戒，你就晓得体用无一，无一之体就是发现啊，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心立体。是故佛身呢，也不可以偏空而去。啊，不能用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也不能够用偏空。这个意思很深。一下体会不到不要紧，底下还会说到啊，下一篇经啊还会谈到这一卷末后有理长者的论他老人家所说的也非常精彩啊，我们把它念念。以上文殊师利
说此十诵，叹佛十德啊，令其信心者发信境修行故。这一卷经讲是如来的意也，名号品身也，四谛品语也，光明觉意也，如来身语也。那说法的目的是诱导我们出修啊，希望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向佛菩萨学习啊。啊，说此光明觉品呢，举佛古法啊，这上面三品经的时候都是属于古法了。令信心者正自入心，信通诸佛国法。不以法身不动智，菩萨行遍周一体啊，所以不动智佛了，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清净法身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自信的妙慧也啊，菩萨行遍周一体，自古寂静啊，更无他法，这是道，大道。凡身一心，同无心位不但凡身，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皆同一心，这个心是法心。所以佛经上面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同五性位。一心无心，无心是一心，佛说的话我们要懂得他的意趣，那就是说决定不能执着在言语文字，一着就错了。所以读经要求你怎么读呢？恭恭敬敬的读，诚诚恳恳的读，决定不可以分别，决定不能执着，决定不能够打妄想，想哎，这一句什么意思？不可以，没有意思啊！这个话我过去讲的很多啊。圣教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字字句句才有无量意义，有意思是死的。有意思就不能有第二个意思啊！所以现在世间这个文字，报纸杂志它有意思，你就不能说第二个说法了。佛法圆融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啊，正面说反面说，怎么说都有道理啊。什么原因呢？没有意思啊。我们啊，长说也好，短说、深说、浅说，
长说、短说、正说、偏说，通通没有意思。叫你在这个里面呢，觉悟啊，啊，是在启发你的悟性呢。啊，人为什么学佛学完都着了相？啊，都认为它有意思。哎，我听懂了，就听懂就错了，听不懂也错了。那怎样才不错呢？觉悟就不错了，那就对了。啊，这个是佛法的妙处。啊，不但佛法妙，古圣先贤真正有证的人，有修有证的人，那个他的东西都有味道，啊，其味也无穷。那同大愿、大慈、大悲、大智，一切众生与诸佛如来同啊！啊，文殊妙慧，普贤万恒之位呀，总为动机一体用故。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芸芸众生，啊，即使在六道里面，又何尝不是动机一体作用呢？啊，不过说六道里面众生作用的时候呢，是带着迷起这个作用。四圣一真法界，觉的作用，迷的作用，不管觉跟迷总是一体，这个要知道啊。你知道它是一体呀，卧道众生呢，你自然就生怜悯心，你会生呢度脱心。我怎样去帮助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运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啊，你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啊，这就是什么呢？五品里面的六度行，啊，六度落实在四识，四识是手段的，不用这个手段，这个六度不能落实啊！如是性修啊，从初发心，一时并进长者讲的这个初发心。是双关语，前身不同啊。身说初发心，位位都是初发心。一般呢是指原教初住，前说呢是性位里面的初性位。啊，要是给你细数，位位都是初发心，四十一个菩萨阶位啊，位位都是初发心啊。
啊，一时并进，就是华严上所说的行不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不啊。圆融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行不循序渐进，像爬楼梯一样啊，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啊，以此实现为内，至140大愿，成大悲心啊。我们这个实信微后面还有三品经看看我们在这里的学习啊，能不能成就大悲啊。大悲是对一切众生，尤其是苦难众生，生起怜悯心，发生慧身至身一时俱进步啊！啊，发生是离体，慧身就是报身呐，啊，不是这个至身啊，至身跟慧身呢？都是属于报身那如果把它鉴别啊，这个慧身是般若波罗蜜，这个智身是方便愿力智全智，那么这个慧身就是佛的报身，智身是佛的应化身如来三身一时俱进，一即是三，三即是一离可顿悟，四续渐出啊！啊，修学的时候，淘汰烦恼习气，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啊，有说断就断掉的啊，实在讲。他还是渐修成功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学，到这一生成就了，他一下就断掉了，不是这一生才修的，这一生不可能。你看看佛在经上讲的，啊，凡夫修成佛，真的是无量劫。啊，无量劫了才入佛门呐！啊，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进进退退，进的少，退的多。啊，这一条路确实如此，进一步退十步，你怎么成功？就非常困难啊！踏进佛门不退转了啊，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才叫不退啊，三种都不退了
原教初住菩萨，从这一天开始到圆满菩提，这大经常讲啊，三大二僧祇劫，有期限了。没有入门之前，没有期限的。哪一尊佛不是这样修成的呢？我们怎么能例外呢？所以成佛有先后啊。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虽然善导大师讲总在语言不同，那个语言跟善根福德有密切关系，殊胜的机缘哪有那么容易遇到的？不容易啊！是这个成就啊。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去，发生者。设施世界去吧，世界是前面我们读到的金色世界，至深的即设置佛持啊，慧深的文殊师利是啊，大悲的148愿成之事，如是以上诸法，皆是此光明觉品，悉皆现如。所以大乘佛法里面，你要不懂得表法的意思，你就不得其门而入。那么你读这个经也不会有兴趣，甚至于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无聊。这个里面所讲的东西，这文字章法结构不合逻辑，你肯定是这样批评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就听过台湾大学一位教授，还是很有名的教授，他就是这个批评。我听了笑笑。他年龄大我十几二十岁，名教授，我们不好给他讲话，我们讲话太不服。听了笑笑而已。要懂表法的意思，那你看起来就真有味道了。受色世界是什么呢？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在受色世界之内呀，不在外呀，就是啊。法身不生不灭，又不爱尘诸坏空，妙了。不来不去，也不爱有来有去，这是不二法门。你懂得不二吗？
懂得不二就是佛知佛见，二是凡夫见解，不二是佛知佛见的。下面说，如问名品，即是已入心中，问答法则，成其性力修行故。底下问曰：何故成实性门？借文殊师利说法啊，这个问题意思很明显啊。华严经的内容是说什么呢？说实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华严内容啊。啊，说完之后立世间品，讲修行的原理原则。你看原理原则的品题立世间，就是第八首末后一句，毕竟立着乃能见呐。立世间品里面简简单单给我们介绍了两千个法门呢。啊，最后入法界品，那是表演。啊，把前面你所信的、你所解的、你所行的，一一。在生活当中啊，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做出来给你看。所以从前方东美先生讲啊，华严经是世间最好的哲学概论啊，有理论有方法还带表演啊，这在世界上啊像这种教科书找不到的，这么完美呀！啊，做出来给你看，方便你学习，你知道怎么个学法了？啊，在这个入法界品一开头，文殊菩萨表示信的，善财童子是代表一个修行的人啊。啊，修学大乘的，啊，那叫善财，善是有善根，财是有福德，是取这个意思。是善财呢，有善根有福德的人，这个人就叫善财。啊，千万不要误会哦，想到善财童子就想到观音菩萨旁边一个小孩，那就错了。啊，表法的。男女老少只要有善根有福德啊，能信能解能行，这个人就叫善财啊，不论男女老少啊。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社会大众的代表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具足了信解行，你遇到任何人遇到任何境界都成就你智慧，就是成就你戒定慧三学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得利益了，不受其害啊！啊，具足正心、正解、正行。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不被染污的。这一染污就变成邪知邪见，迷而不觉，受其害不得其利呀。啊，万念境界中立的法界嘛。啊，法身法界嘛，为什么有人成就戒定慧，有人成就贪嗔痴？啊，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名义。啊，明显然，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成贪嗔痴。学正经，那你接触六尘境界就成戒定慧，同样是一个境界啊。啊，个人得的厉害不一样啊，并没有换一个境界啊。这正是宗门大德常讲了，你会不？你会就成就戒定慧，你不会那你就成就贪嗔痴。那个问问的好啊。啊，那我们今天不是宗门根器，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啊，我在现前环境里头应该怎样修？环境没有优劣，它是法身，它是法界。无论是人事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啊，对于一个会修的人，总是有利。顺境成就了他，逆境也成就了他。对于一个迷惑颠倒的人，顺境他堕落，逆境他也堕落。顺境他功高我慢，贪婪无厌；逆境他怨天尤人，害己害人，都造罪业啊。啊，那晓得这个现象，你才知道古人为什么要发心教别人，这就是讲的大悲心呐、啊，大慈大悲教人呐、啊，啊，教人最重要的没有别的，要教人破迷开悟，要教人回头是岸，啊，回头从哪里回头呢？从迷回头，一觉。从邪回头一正啊，
从然回头以正啊，这个以清净，啊，总的就是从迷邪然回头啊，以觉真净啊，这是佛法，这是大乘。啊，我们再看这答啊，问的时候实信文，实信门为什么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法，答曰：为民普贤是十方诸佛庙会，善见则正邪。这句话很重要啊，文殊代表自信里面的庙会呀，只有庙会呀，你才能够分别邪正是非善恶，你不开会怎么行呢？啊，文殊菩萨代表智慧啊，正邪既定呢，方宜修行，行皆普贤行也。啊，所以你先要有能力辨别正邪，啊，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什么是觉，什么是然。啊，你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啊，行，行就是普贤行。啊，华严里面行是普贤行。净土里面行也是普贤行。你看看无量寿经。啊，经文一开端在第二篇，第二篇续篇啊。第一句，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所以魏默生把普贤行愿品附在三经后面，啊，成为净土四经。没错，祖师大德都赞叹的。这说明净土跟华严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次第豁然，故名文殊师利是童子菩萨，亦因创发启蒙入信之手，因心成名也。啊，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妙吉祥。啊，也翻作得手。啊，妙吉祥是妙慧呀，这最吉祥的。啊，所以文殊成为童子，啊，成童子意是什么呢？启蒙啊。啊，菩萨这一门学问的启蒙，啊，文殊启蒙，特别是在入法界品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启蒙的老师是文殊菩萨，从文殊菩萨这里起心，成就根本之啊，
成就根本之后，老师就文殊菩萨了，叫他出去参学。啊，这后面就是五十三参的。五十三参成就后得智。五十三参是什么？清凉大师说得好啊，练思练心啊，让你去磨练啊，你接触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去磨练啊，练什么呢？看看你的心还动不动，还会不会起心动念，还有没有分别执着，要练啊，练到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你功德圆满了。你见佛了，你成佛了。见佛就是成佛。好，光明觉品，我们就讲到此地。